妹妹出生后，她就在家带小孩。她说，孩子给别人带，她会不放心。她总觉得自己做饭比较卫生，所以一定要自己做三餐。看她每天从早忙到晚，有时候会想，到底是我照顾她，还是她照顾我？现在我能做的，就是先帮她把老年生活准备好，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，让她老了也能一直被照顾。国民年金给她一辈子的照顾。